Hello， 各位 QMe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ones Girl Basie， 很高兴我们今天访问到张志峰。那就是对于今天你是球队的得分王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感想，今天有点空档呢，大家做给我。那今天继续打得蛮好的，那些打法他们都说起来，那我们射手才有发挥空间。那今天有把握机会这样。那就是今天有很多球迷来场边帮你们加油，你要不要对球迷说几句话？那后面我们还有两场。两场要对外国队，那希望观众可以更热络来帮我们加油，那我们会替中华队打更好的成绩。